近日，周杰伦香港开十场演唱会之后，由于好朋友余文乐外出拍摄节目，直到26日才和昆凌在一家中餐厅约会，夫妇俩足足吃了2个多小时，直到深夜11点半才见昆凌先一步走出。本来落后的周董见状连忙追上老婆，二人在工作人员护送下齐齐登上七人车回下榻酒店休息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